老哥好，你好啊，您是老家是北，我们原籍是衡水的，河北衡水，河就北是衡石家水庄的东边，啊，衡水的。在北京工作，我呢从小就生在北京，啊，我老爷爷那辈儿就到北京哦，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那就是北京人啊，户籍也在北京，反正家也在北京，啊，怎么说，他这定义不一样，这北京人对，啊，祖籍是河北的，在河北人。对，那您那我个是老什么？家是啊。我说您什么时候在银泰买的房子啊？我07年呢，07年，啊，07年，你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买房子啊？就是说，08年，零零八八，年开奥运会那年，哦，当时呢就是来玩来了，就哦，坐着人看房车，哦，结果没想到呢，这看房车这卖房子的是我们单位一同事，原来我们车队的小曹，就在一个小区，哦，哦，哦，在我们一台那进湾，那个东门左手那楼，哦，4层是咱们家，哦，哦。他媳妇儿，因为我跟他媳妇儿不熟，他媳妇儿不是我们单位的。啊，结果到了这儿一看，才碰见他了，然后说：“哎呦，他说老朋友，跟我还逗呢，说你原来在单位什么都超前，因为我这人是有点赶时髦嘛。啊，对，说人家没有摩托车，你有摩托车；啊，人家没汽车，你有汽车。啊，对，说这买海景房，你可落后了。啊，当然，这也是销售的一种策略，一种对，宣传啊，对，啊。我本来是没往心里去，啊。结果后来就带着我们到这边来看，先是到的银泰。哦，山水花都哦，都银看了，泰，然后上你们小区，正好你们小区那会儿还没起来呢，楼也没起哦，哦，来，刚开正始，好我对，们来那天还下雨，踩两脚泥。这个我一想说，那时候他们是4000多吧，好像是。后来我说，这地方这么背，这房价跟北京也差不了多少哦，对，那时候啊。北京房价也挺低，那对，时候奥运会以前并不高对呀，啊，然后后来又到这个，就到我们这海一号，海岸海一一号号也啊，刚出地平那时候。哦。完了，看着那沙盘卖这房，哦，看那沙盘卖的，那时候现房还没有，没现房，哦，那时候还没现房呢。完了，后来那个，他就说：“培刚，你来一趟吧。”我说：“咱们要交这首付还可以。”他说：“你不是方庄有一套房闲着不住吗？你把它租出去，北京那房价高啊，对，一个月租好几千。”哎，这么着，我说也是个办法，对，我就签了一套。哦，签了一套，路上还有点嘀咕，你知道吧？也20多万呢，对。26万6对，那你时这候房呢，子多大的是？82平，八十二六，八十二。26万6哎，那时候没开盘呢，就给优惠30块钱一平米，就3120，应该3150是吧？这样3120就买下来了。回去以后呢，我还跟我媳妇说，我媳妇说你跑那儿买房干嘛？嗨，我说这以后养老去啊，就这么。当时您多大岁数57啊，啊？当时五十七，五十八，08年就58啊，了，58岁，我50年的，哦。啊，就那这一住就住了这么我这几十多乎年年了，年都来，年年都来，我一住至少半年，至少半年。至少半年，那你觉得住的怎么样？这地方我感觉还不错，感觉不错，最起码空气质量比大城市啊要好得多，不像我们北京全是雾霾，对，咱们玩的太阳能板。那，这个你看，北京同样功率的板子，发电量就没这儿大。就是好天儿啊，阴天不用说，就说它那雾霾的透光啊，透光率就差多了。差多了，这能显示出来。对，他们说那个就柔性板，它不是那种软的东西嘛，塑料的嘛，它透光就不如玻璃。不如玻璃的。我做过试验，我隔着一层玻璃，再用那个太阳能板的时候，效率就降好多这样子的了。它影响，音响。它影响。那您这做了这么多年，啊，你好，这个对这个买那个当时这个选择在这买房子，你后不后悔啊？我是不后悔。您不后悔？我说那会儿我净跟我们这邻居聊天，我说这房子一钱不值，咱把它扔了，我住时间也值这样看问题，不是说哎呀，我当时要北京买套不房是，你子，要说是人家有投资的，你像大城市北京，我同样买一套房，那是那不是比对，这快多了？对，是这样讲。啊，那么就是说，您在这买房子以后，你有没有兄弟姐妹有在啊，这也？我弟弟不在你们小区吗？在你弟太在平我们湾，小区啊？啊，在太平湾。那他怎么买的房子？是什么原因呢？他是13年他就不上班了，那时候不上班，两口子我叫他们到我这儿来玩来。玩来了，11前后嘛，本来两个人呢不太想买房，两个人我听他跟别人说，我说四哥我是老四，他老五，
说四哥忽悠咱买房，咱可不买啊。弟妹啊，弟妹心眼多啊，对。结果他后来那个到这以后一看挺好的啊，就叫着我们楼上的那个小李子啊，找那房屋中介的带他看房去啊，就从东头一直看到西头，看到大庆那哦，转那么多地方，转了很多小区。他看我这个户型呢，他挺满意的啊，他就想找这种户型。完了，我们对面那个房子，人家也想卖，是个北京的啊，他那个微信上叫妙朗啊，他那个。后来我们就打电话问他，他呢，他要的价钱稍微高一点啊，要的有点高哦。另外，其他小区那户型他都没看上啊。完了，我就带他上你们小区了，上我们太阳荔湾了啊。那会儿跟先找的，哎，上先你们那时候那个售楼处还没撤呢，啊，有新房的7000多，哦，7000多一平，我们他都动心了，我们小区啊，当时7000多一平，7500，哦，那么贵啊！我说13年的，哦，13年，我弟弟都想买了，哦，我弟弟后来那个我们那朋友那个老林就跟我说啊，说你跟你弟弟说呀，别买新房了，买二手房吧，啊，当时二手房多少钱呢？二手房就几乎是原价。哦，原等于是买原价买的。哦，原价买的。你得这么分析啊，哦，他是也是08年前后买的。啊，哦，人家当初啊，买一手的时候，他放了几年他没住。啊，哦，你等到13年，等于5年之后了。啊，哦，那个人民币的含金量，对呀，啊，对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是数目是一样的，对，都是30万左右。对。但是你等于比08年时候买便宜，便宜多了，便宜多了，对。你要这么想的话，后来你弟弟这买了套房子，他住的怎么样？他年年都来，比我住的还长了，是不是？他更就他更满意呗。